家好，我是老肖。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老肖要来介绍敞篷车。各位观众 ，SLK 280，在好多年前呢，老肖的朋友就有一辆这样的车子。当老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觉得哇，实在太漂亮了。那么呢，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造型哦，它像不像蝙蝠侠在开的蝙蝠车？很像，对不对？只不过它没有那么的刚硬，它把它柔化，而且把它做得更高雅。这个就是 SLK 的特色。SLK 呢，它有非常多的版本。那么我们现场的这一辆是 SLK 280，它是 3000cc， 22,410块的税金。那么这一辆的版本呢是 AMG 版本，那包含它的前包杆，包含它的铝圈，包含它的侧裙、后保杆，还有它的排气管，全部都是ANG 的。一个人呢要成为帅哥，他可能要有很多的条件，需要很多的时间。可是如果你拥有 SLK， 那么你只需要22秒。单幅式的方向盘，上面还有换挡拨片。HK 的音响，双边的电动椅，里程88,000，电动的方向盘，三种超驾模式。它椅子边还有做迎边的修饰，让这台车看起来非常的动感。后箱空间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小。老肖今天特别呢放了很多东西在里面，可是它的空间还是可以再塞东西哦，所以说基本上你放一个皮箱是没有问题的。各位来听一下 V6 引擎 AMG 排气管的声浪，来听一下。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ANG 的声浪，还有它的 ANG 底盘，有没有发觉车子是牢牢定在地上，即使你在过弯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稳。我们今天在拍摄的过程中刚好下了大雨，其实呢我们来看敞篷车呢，如果下雨天刚刚好，我们可以看看呢它敞篷有没有漏水，有没有滴水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密封相当的好，下次见。